位各位，好消息啊，全校绘画比赛要举办了，奖品可丰富了。哦，那还等什么？司徒乐，我们去参加吧。我也去。太好了，有了佳怡我们就赢定了。对了，乐乐，给这笔的画画感觉很好哦，有了它你就不会输给任何人了。嗯。乐乐，乐乐，哦，怎么发起呆来了？在想什么呢？没事没事，突然想起了我们地球的事了。嗯，可以理解。这次冒险终于快到尾声了，所以想多了也正常。好想快点结束呢。按地图显示，我们终于到了最后的关卡，扶桑神庙。司徒乐，我已经在神庙里安放了许多陷阱，你们是不可能回去的。大傻，立即去准备这些陷阱。是。喂，大傻，好了没有？好了好了。大家不要放松警惕。哇，很可怕哎！天王真是个心理变态的家伙。老大，他们准备到门口了。好，立即准备第一道陷阱。是。我已经在门把上加入了电流装置，只要司徒乐一碰门把，就会被活活的电死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设置好了呀。好，这次是地雷装置，炸死他！可恶，接下来喷火装置，出击！搞什么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都失灵了？喂，你们快去看看呀，还发什么呆呀？是。哎，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陷阱都突然失灵的，基地里肯定有其他人在捣乱。哇，这地方好大啊。这里一点也不像破旧的神庙内部啊。啊，那个难道是传送机啊？什么传送机啊？果然是传送装置，而且电量充足，马上使用就没有问题啊。这么顺利吗？有点不安呢。别管了，回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爸爸妈妈，大家，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。好，传送开始。飘起来了。回家喽，耶耶。这怎么回事？天王，以为得逞的草食动物，却不知道早已经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了，在我的地盘里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跑。
张吗？无所谓了，就让这些能量建造一个强大的神兽吧。啊，旱魃，饕餮，看来他是想让所有机甲神兽的能量全部都聚集在一块儿。这样的方法行得通的话，那这次新神兽将有强大而无尽的力量。这下糟了，还不够，加上你卡牌的能量，来吧，我的终极神兽扶桑。树妖，这竟然是掌握了太阳之力的神兽。乐乐，你不是还有一张卡吗？只能上了。好吧。神兽巨鲲，机甲召唤。什么？哇，好强的破坏力啊！乐乐，那是接近太阳温度的高温，千万不能正面硬接。道理我是懂的，但这样我要躲到什么时候啊？斯图勒，没法跑了吧？你终于跑不掉了！第一次，这是第一次。我天网真正的击败了斯图勒，不过我不会大意的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手表也坏了，赤焰，大家，我。是钢铁飞龙未来的领袖，我答应带他们回去。啊，你连变身器都坏了，跟着机器人你就是一无是处。我是英雄，我绝不会对邪恶认输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还哪里来有这样的能量？老大，我们在基地仓库里发现有人修改了我们服务器程序，他通过黑客手法把我们基地的能量调走了供他使用。谁？是谁？谁能有这样的能耐？从监控来看，他
之前一直在破坏我们的陷阱装置，她是个女孩。佳怡，你这个家伙敢坏我大事，饶不了你。快抓住我的手，快啊。是啊，快抓住我的手。是传送装置吗？怎么做到的？为了躲避刚才的攻击，我骇入了天网网络中枢系统，把你们传送了进来。帮他收作业，笔记我借给你吧，乐乐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还有，汉拔，删除病毒，删除病毒。是钢铁飞龙他们，他们是这系统的杀毒软件。专门杀我们的。啊，我们是病毒吗？嗯，删除病毒，我们得去救他们呀。删除病毒。哎嘿哎呀，哈哈，几个稻草人，我在这儿。呜呼呼呼，耶耶耶耶，发现巨型病毒，耶，删除，删除。啊，乐乐，别追，乐乐没事，因为我在这儿。乐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只是用我的数据复制出来的程序分身而已。乐乐，这里到底是哪儿啊？之前一起被传送进了天网基地的网络系统里，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数据罢了。不太能理解啊，如果我们在系统里，我们又怎么出去呢？这个我知道。哇哇，好高科技的感觉啊。你们看这里，在整个建筑的正中央有很多警卫在这守护着，里面有一个金色的展柜，陈列着被天网拿走的那几张卡牌。哦，卡牌，是我的那几张卡牌吗？太好了，看来这里一定是天网用来保存数据的地方。有了卡牌，就算不能阻止杀毒程序，但至少有足够的能量带我们原路返回，逃出这个系统。嗯，哇，好多汉拔呀。喂，我们的计划是怎样的呀？你去做诱饵吧。好主意啊。啊，什么？我去做诱饵。滴滴滴滴滴滴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删除病毒，救命！删除病毒，删除病毒，删除病毒。好了，这就是金色展柜。啊，我的卡片。在这天网系统里，他们设置了密码，我们得破解这些密码才行。啊，小心。啊，凤凰，可恶，在这个关键时刻来捣乱。乐乐，我来阻挡他，快去破解密码。啊，你可是你？我的能力比你强，不用担心，快去。
解呀、啊。嗯，井字过三关，钢铁飞龙，我们上。嗨，还有我，我回来了。病毒染除，病毒染除。病毒删除！啊，成功了！像啊，看来我们是真的出来了。不过这里好恶心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哼，就知道作威作福。天王，有种你就出来跟我们单挑。长你贵眼。哼，司徒乐，原来你躲进了我的基地系统里面，亏你还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这一次我可不会再给你逃了。虽然拿回了五张卡片，但是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。放心吧，乐乐，虽然每一张卡片的实力不如对手，但是只要把各自的力量集合起来，就能所向披靡。接着皮卡，乐乐，我们相信你，战斗吧。嗯，来吧，我的山海神兽。焕然一新的驾驶舱，嗯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小心！要躲开吗？不，根本不用躲。你别得意，看招！火太多，一个人很难应付啊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吧，互相合作才是合体神兽的能力关键。既然这样，就把这里全部毁掉。那是什么？扶桑头上十个太阳聚集在一起，就会形成巨大的能量。司徒乐，你们完蛋了。哼，大招，我们也有。
居然把我的火焰给劈开了。不要不要不要啊！这次旅程终于告一段落了，不知道他死了没？很难说，谁知道呢？不过这下我们总算可以好好说话了，对吧，佳怡？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呀？而且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佳怡，你告诉我吧。佳怡是谁啊？